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那个安平购好行万元礼券欢乐行的一个活动哦。那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首先在安平地区，我们在假日的时候非常多人会到我们安平地区，所以我们那时候有推出一个安平购好行的一个 APP。 这个 APP 可以让民众知道如何到经过不会塞车的路段到达最近的一个停车场停车哦。这个我们推出之后广受好评，然后我们有效改善了那个安平地区的一个交通拥塞。然后为了我们在今天，我们是希望能够更能够推广这个安平购好行的一个活动，所以说我们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知道，现在只要民众到我们的一个 Google 的一个 Play 商店，我们只要做一个更新的一个动作，其实我们就有万元的一个礼券等你来了。那活动的一个参加人次的话，只要达到1000人的话，我们就可以抽出莱尔富的一个礼券，我们是有200元20名的一个名额。那如果说有3000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那我们会抽出3000元的一个礼券。那如果说活动达到5000人的话，那我们会抽出我们的二奖，是一个5000元的一个礼券，还会再加送我们一个随身碟，128G 的一个随身碟。当然，我们活动的一个最大奖是我们10000元的一个莱尔富的一个礼券。那这个礼券的话，其实哦，除了这个最大奖的听众，我们还会再送一支随身128G 的一个随身碟，我们有3名的一个名额。那欢迎现在就是说民众如果说能够到达安平地区，欢迎下载或更新我们的一个安平购好行，不但可以让你不会塞车，更快到达停车场，也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个活动哦。